叶问，你还真怕老婆？那个世上的没怕老婆的男人，只有尊重老婆的男人。叶太太，你放心，我不会打死他的。你要是怕他输，我让他单手。再不行，我让他双手，怎么样？啊？佛山太让我失望，他奶奶，这么多练拳的居然没有。佛山，牡丹郎给的也。